大家好，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，是后台录相关的工作，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群马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20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绘画，如果感兴趣的话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，还有其他更多的工作资讯详细可以来公司这边了解。